自从天王郭富城恢复单身后，有关他的感情生活备受关注。除了狗云会外，24岁嫩模叶希琪俨然以新成嫂的态度自居，在接受传媒访问时更自曝收成成送钻戒求婚，又表示两人相恋半年，有性有爱，希望在2年内完婚，更大赞成成身形吸引，演出很神。报道又指成成沉迷新恋情，令他与经纪人小美为此吵架。而叶希琪对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这样解释：我有做过访问，但不是这样回答，我有回答有收礼物，但没回答收了什么。我爱香港，但我不知道香港媒体的运作规则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来运作的，我只请求别伤害我身边的朋友。之前程程对有关叶希琪的传闻一直三缄其口，日前他透过经纪人回应该报道：对于近日接二连三的荒谬报道，我都不想回应，并表示不想把无聊失实的报道变成为长篇小说，虽然自己明白娱乐圈的游戏规则，但希望适可而止。